变成目标，我才能释放。我只能对同阵营目标使用。我只能对同阵营目标使用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让主人感到幸福，是我们女仆的荣耀和特权。背包空间已满。
请打开生活技能面板云锤秘术界面学习。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要不要来全套的服务？别误会，我说的是吃喝住一条龙。背包空间已满。我在梦中曾和青帝一起在温泉酒酣耳热，真实到我都以为那是记忆。人多的地方一定有排场。背包空间已满。
不要那么急切，要知道旅行唯有出发前最愉快，女人唯有背影最美丽。飞翔曾划过的刹那，好久不曾和玉虚掌门那小子把酒言欢了。你是老师认可的人，这一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。请你探明神祠中隐藏的真相。
轻不救。杀！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哼，天真，以为这样就能打得了我？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还有人活着，快解救他们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只能为敌人使用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只能对敌人使用。你们休想跨过这道门！现在我无法使用这个技能。
准你们打扰木灯大人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何人闯我清源神祠？诛之！我需要一个目标。结束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背包空间已满。如果可以，请经常来这个神祠探查一番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背包空间已满。
就算踏遍云锤，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找到帝君。这是我木灯立下的军令状。不管时日多么久远，失去最重要，我曾拥有过世上最强的剑，但那似乎又像是一个梦。这儿就是苏兰怒灵分部了，要找怒灵来这儿就对了。真是圣魔，那可就轮到本驱魔师出马了。话说千年之前，圣魔作乱，那是血流。你先去打听打听，我随后就到。你看前面，这不是那个娘娘腔？西。
多么美丽的红玉珊瑚，我愿以我全身所有财物买下它。你，我会等你，一直等你。我的心如利箭，在风中笔直地飞翔，请带我去往我心所属的方向。当年我朝氏一族倾尽全族之力，几乎所有族人都战死在沉船之中。大祭司遗训，前带前进，沉船永不开启。珊瑚就是在这一带采集的。朋友之间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太重的石头也压不断流水。那边有颗更大的，挖了它。我的朋友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红玉珊瑚，是朝月，他是朝氏家族继承人，父亲非常疼爱他，想把他许配给我。阿月是个很好的女孩，她的心思我一直懂得，只是
你听，这优美而伤感的潮声之曲。海上的波浪终会平。禀告世子，玄水祭司他。啊？你竟然是西族世子？我以玄水祭司的名义，请你打开沉船。不可能。是一族的气息，沉船封印中的罗霄怎么会出现在现世？绝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里面出来，因为那是石之死境。本驱魔师自有妙计，冒险家协会那儿肯定有情报。不必担忧，请转告西风世子，我一定会说服族长开启沉船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背包空间已满。客人，请止步。族长大人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打扰世子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皓月小姐的吩咐，客人，请你帮助世子，族长是为了保护他。沉船一定会开启，我会找到大祭司，找回西族曾经勇往直前。我绝不愿活在诅咒阴影之下，就算神魔真的出来，
我也要再次消灭他。我会让你看到千年前的惨剧印象。海神在上，圣魔，最大的恐怖即将降临。自那以后，人们开始畏惧圣魔的威势。那时起，便再没有平静的海面了。我族自故土逃亡以来，一直如浮萍飘荡。也许你说的对，英烈的意志需要有人继承。那死女人坏了本驱魔师的规矩。这群阴阳怪气的家伙把这里守得这么森严，一定有问题。我们快爬上树瞧瞧，这死女人究竟在搞什么？谁闯入圣殿，罪无可恕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到此为止。墨水天葬。Thank you.
这灵兽身上的力量，难道是深海之力？这小灵兽或许能帮助我打开沉船捷径。如果当年祭司营背弃了消灭蜃的承诺，我身为玄水祭司就更加责无旁贷。或许你们能够做到。海神在上，请打开通往沉船的道路。这里就是西族的沉船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背包空间已满。这里就是西族的沉船秘境，沉船之中游魂无数，请小心沉船内的时空禁锢，一定要听我传音行事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只能对敌人使用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圣母马上要来了，这里很危险，你不是我族，快离开。一重封印，沧浪颂，破。海神的叹息，吟诵无名，守护者朝远，魂归福京之余。
水灵。千年，我西族现在已经回到扶金羽了吗？二重封印，惊涛噬破，海神的叹息吟诵无名，守护者超级音魂归扶金之羽，还给我。小心，守护者朝凉，魂归扶金之羽。我没有达到释放技能的条件。现在我无法使用这个技能。你仔细查看，法阵中心是否有海魂蜘蛛，那就是圣魔封印。是谁惊扰我千年的沉睡？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当年盈与我约定，共同镇压圣魔，他承诺会将圣魔彻底消灭，可最终他只消灭圣魔肉身，圣魔精魂不死不休，我只得行了最后之计。不，我族不能在这里灭亡，海魂之力封印吧。我一定会回来，千年之后定让你们血染碧海。我亲手将族人体内深海之力全部抽取，用海魂珠制造了十只死鲸，圣物启动时空禁锢结界，将我们全部禁锢在最后那一刻时空之中。被活生生抽取力量的痛苦，千年来我族人无时无刻不在忍受。
白环珠中，圣魔与外界感应苏醒，而且一天天变强。为了禁锢住他，我不得不吸取沉船之中的怨憎之气，增强烈焰。在我入魔那刻，封印震动，而圣魔得以挣脱离去。可叹我力量终究有限，又失去了他的帮助，我终于入魔。若沉船中的族人离开的执念足够强大，便可通过裂隙离开这里。可十年间，我等啊等，一切悄无声息，只怕我族人在千年前的那一刻就已如我一般。西族的传人，我以西族大祭司之名将海魂珠赐予你。你的到来解除了禁锢，命运的转盘已经转动，这一次也许西族真的可以逃脱这亡命天涯流离失所的命运。哥，他竟然没有离去，我终究无法护他安好。我已经永远沉沦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，我不能看着他也如此。告诉他，我负了他。啊，你见到他了？这样，我们都只记得对方。当初无论百年、千年、万年，我会一直等着他，这样就很好了。笑来天霜，情深海波，一宵一。守护之事就拜托你，保护好自己和族人。西岐。我会在这里等你，百年，千年。萧来天霜，情深海波，一宵一情，永为贺歌。这边跟上。从沉船出来你就昏到现在啊。西风，潮氏一族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和西族大祭司并肩为西族而战。别费力了，我听见了海神的召唤。我闻到了海妖那恶心的鱼腥味。三的海妖，我们去杀光他们。
要一个目标。一个宁静的栖身之处。快走，天域岛的惨剧绝不能再发生了。我需要一个目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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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海神呢、啊、请保佑我们吧，愿族人都能够平安。我超氏一族的西海朝生封印应该能够将族告诉他，这不是我送给他的，是朝氏一族拜托给他的。以我朝氏一族之名，西海朝生起。